住好氣氛啲咯。呢度係好過屋企啦。英格蘭，我覺得應該可能八強到啦，因為我覺得其他國家係勁啲嘅。英格蘭欠缺可能後防活力爭少少咁樣咯，我覺得係。但係係咪可能揾得麥佳亞嗰啲？麥佳亞係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啦，係。世界杯星期日开锣，不过第二场的英格兰对伊朗就更加吸引香港人。奥海城商场有过百人在度睇波。从英格兰场啊，系咪觉得落嚟呢度睇气氛好啲？梗系啦，人多有得叫，有得开心下啊嘛，系嘛？呢啲大家咁多年四年一届嘅，咁啊多啲落嚟捧场咯。嗌得大声惊嘈到屋企人。梗系啦，咁夜咁嘅样。有啲細路又要瞓覺啊，咁樣你屋企人又要瞓覺噶嘛，你自己喺度叫，咁啊唔騷擾人就唔好啦，係嘛？佢而家未睇得明啊，所以嚟培養下咯，啊，即係等佢感受下呢種氛圍先咯。係咪都想可能女大個咗陪你睇波？想佢陪我踢波多啲。至於另一個睇波熱點蘭桂坊，人流就同平時差唔多，氣氛反而冇咁熱烈。